就有我们这个资深媒体台海吴宗宪，对对对，就台海吴宗宪，我知道啦。啊，也好啊，我是台海，我就是台湾海峡的一道桥梁嘛，对不对？没问题，有宗宪就吴宗宪，吴宗宪就有宗宪。嗯。阿弥陀佛，你让一个基督徒吓得喊出阿弥陀佛，没有啦，各位。我拍照的时候永会比出这个 pose， 这是什么 ？Love and peace 啊？不担心上还是？啊，你工厂？不会啊，不会不会，都有啦，生意照做了，这一切正常，啊、一切正常了、啊，对，好吧，我们就尽可能不要去。想问一下，就是最近就是中国的军机常常跨越中线，然后就有我们这个资深媒体台海无中线，讨论度很高啦，就台海无中线，我知道啦。啊，也好啊，我是台海，我就是台湾海峡的一道桥梁嘛，对不对？没问题，有中线就无中线，无中线就有中线，好吗？没有关系，找关系，找到了关系就没有关系，毋庸毋务。他最近在看《毋庸物》啦，非常律师啊，这一段我在中国大陆工作超过30年呢，对呀、啊，所以没有什么问题。我在台湾做的一切都很好，中国大陆也都做得很好。人家这个你去到了杜拜，人家当然也不能吃猪肉的，你硬要点猪排，那你就不要来杜拜啊。概念那么清楚，所以还好不用问我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因为我会打太极拳。